你这条漏网之鱼，只要我有机会出狱，我要活活把你撕开。哎，警察，你在吵什么？算了吧，你这辈子别想报这个仇了。哼，那除非我永远不能出去。是啊，你就是不能出去。想开点吧，安心在这住下去，不要再吵了啊。好啊，连老娘的棺材本他都想吃啊，真是他妈的，这个老家还真是吃了豹子胆了。老娘这十几年来跟合伙做买卖都是很公平的，没有想到最后的这批数目大的金子他想把老娘给吃掉啊。你们个个都是饭桶，老鬼的金子究竟藏在什么地方，你们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我告诉你们，老娘可不是好惹的，我非给点颜色让他看看。我们打听很困难呢。困难？有什么困难？我们这所有的人，那个老头都认识，根本就无从下手啊。你的意思想怎么办？我们再找一个那老头不认识的，最好是外地来的。哼，你看看你们这一个个的德行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你们都是干什么的？他妈的，统统给我滚出去！根本没有办法打听那老头藏经的地方。你这臭泱泱的，你跟踪那老头20多天了，你干点什么？老板，我实在探不出什么消息来，请您相信我。老板，混蛋，探不出消息，探不出什么消息来。你敢骗老娘？老板，我哪有那么大胆子骗我们老板呢？请您饶了我吧，老板。安，送他回老家去。哎，是。
你这种人也配跟我混？你还是回老家去吧。先生，我是来探监的。探谁？啊，一个叫郑朝安的中国人。郑朝安？哎，你等等。哎，郑朝安，有人来看你了。有人来看我？嗯，奇怪。这么多年来，从来没有人来看过我。你快出来！你是朝安哥吗？你是？啊，我是朝俊的。朝俊？哎，我是你弟弟郑朝俊。你看这个，我们郑家子孙每个人都有一个。郑朝俊。啊，朝安哥，你离开唐山的时候我才五岁。哦，后来我大了，听大伯母说你在泰国打死人犯了法，在坐监。你怎么会来泰国的？我在跑船，这次船到了泰国我就上岸了。三叔已经死了。我知道，我除了来看你，我要报杀父之仇。报仇？我要报仇，我一定要报仇。请哥哥告诉我，谁是我杀父的仇人？这个我不愿告诉你。这个仇我要报。朝安哥，复仇哪有别人去报，我是他的儿子，我一定要自己报。弟弟，你还是回船去吧。三叔的仇我不能报。回唐山。哥哥，我求你告诉我，杀我父亲的人是谁。我说过我不告诉你。我不告诉你。你不告诉我，我也会找到的。坐下。弟弟，你先坐下吧。这条漏网之鱼，我一定要亲手把他杀死，才对得起三叔对我的恩德。你终身在这里，哪有机会去报仇呢？你想怎么办？哥哥，我会自己照顾自己的。请你告诉我，他是谁？他？那你怎么生活呢？哎，那太简单了，请我们大哥跟他找事做，不就成了吗？老弟，在泰国想找事情做那太容易了。我只要一老兄，谢谢你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父亲的仇没有意义了。我再求你告诉我，谁是我杀父的仇人？好，我告诉你。永远别来见我。好，我一定会来见你。哎，老板，我给你找到了一个最理想的人呐。干什么的？哪儿的？哎，刚从唐山来的，是个跑船的。人怎么样？有功夫吗？哎，看样子是条硬汉子。他以前呢，是唐山大雄的弟弟。哎，是的，老板，他这次来泰国的目的呢，是为了找他的仇家，来报仇的。报仇？报什么仇？老板，巧极了，他所要找的仇人呢，也就是老板的仇人呐。就是那个老头子吗？好，
可以就用。哎，不过老板，千万不能让他知道那个老头子的姓名和住址啊。为什么？哎，假使他知道了，相信不会替老板找那批金子了。我知道，哎，叫他来好了。哎，是。明天就去见赵经理，他就会替你安排一切的。谢谢老板。不必客气啦。看什么？出去照顾照顾。把他带出去吧。是。陈才，明天他来了，你要好。Thank you.
酒吧里弹琴的老人吗？老人。 用各种办法来试试你的功夫，考验考验你。你为什么要试我的功夫？我想重用你。重用我？想要我干什么？我要你替我打听7顿黄金的下落。 希望你不要让我对你不客气。你愿意，事情成功的话，我可以送你10万块钱，你肯干吗？兄弟，你又没事做，10万块钱不容易找，我们大家还是合作吧。我在此地一个人都不认识。只要你愿意。 我自然有办法。好，我干。妈。
四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小姑娘。好小子，你多管闲事，上上上！先生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啊，你认识他们吗？我不认识。哦，只有你一个人。嗯，是，我是来拜我的母亲的。哦，是你母亲？现在我先送你回家去吧。好。嗯，老板，你尽管吩咐，什么事我都愿意替你做。我吩咐你从现在起好好的跟踪他们两个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老板，我看我们该回去了。好，我们走吧。看见了不太好。我又不是坏人，怕什么呢？家父不准我跟不认识的男人在一起，他十分守旧，对我管教很严。严父出孝女。你太会说话了，我只有到此向你谢谢了。到此为止。我们还能够有再见面的机会吗？希望有。那么，我们再见啊。再见。再见。哎，郑先生。嗯。郑先生，假如你想见我，你可以到我母亲的坟上去。因为我每三天必定带花瓶到我的母亲，风雨无阻。我会来看你的。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再见。
进这么久，有什么发现吗？没有，我看他跟吴佩兰的感情好像很好似的。感情？妈的，他是给老娘来做事的。是啊，不过事情怎么样也很难说。你问过他没有？问过好几次，他都说没消息。明天叫他来见我，我在写字楼等他。好，我一定找他来见你。为什么你每一次来了总是说没有消息？下一次如果你再说没有消息的话，那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老板，的确很困难。我不管你什么道理，只要你能够替我打听出藏金的地方就行了。哦，我尽我的力量去打听。那么你快去吧。是。对这件事情，希望你能尽快有个确实的消息才好。嗯，我明白。老兄，如话绝对是靠不住，你可以小心一点。这些我都知道。还有啊，你可别忘了，我们曾经有几个人在他们的手里失过踪了。你放心，那个女人呢，很相信我的。哦，对了，我们以后经常保持联络。好，保持联络。嗯，我先走了，就这样。那再见。嗯，常静，佩兰，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而且感情又这么好，我连你家里都没去过。哎，你又来了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时候到了，我会请你到我家见我爸爸的。哎，我又不是扒手，还怕我到你家里偷东西似的。那你要是再这个样子，我可要生气了。你喜欢什么时候让我进去，我就进去，好吗？好了，那我回去了。明天老时候老地方，在我母亲坟上。好，再见。
再见。再见。家的人为什么好好的害我？超俊，你千万别说话，你中了我们家最厉害的毒箭，你赶快驾车回去，我去拿解药去啊。爸爸。嗯。回来了。哎。玩的开心吗？开心。嗯，进去歇着吧。是。进去了，哎，进来。就会没事的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。你好了，我该回去了。老板，那个丫头出来了。进去看看吧。
还好，有了解药了。你的运气倒是真不错嘛。吉人自有天相。这么说，你是一点线索都没有找到了？暂时还没有。这个臭丫头，每隔三天，必定到她母亲的坟上去一趟。这件事值得怀疑。这个也有道理，不过恐怕我不能再去了。这不要紧的，你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，我自有办法。我们走了，有了线索马上告诉我。嗯。我的手掌心吗？快点替我把所有的金子挖出来，大家动手吧。是。哎，快点挖。哎，好。哎，挖出来。
他妈的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简直是找死嘛！说的是啊，老爷，就凭那个臭娘们带了几个窝囊废来动您的脑筋，哎，那不是做梦吗？昨天晚上你干得很好，哎，有赏你的，谢了。不过那个姓郑的小子也是他们的人，而且他在。